台南著名的古街 M 味变成的月饼礼盒，而且关所在，而且内盒，而且月饼的包装会当看到台南的安平古堡、甲义在金城、甲赤坎楼顶形状。过来看到月饼本身利用着乌鱼子甲樱花虾来做成内盒，添加着贵气。这款礼盒是东东集团今年所来推出的古街纯礼的月饼礼盒。伊内底有六块饼，这六块饼呢，就是甲咱台南市的古街，比如讲赤坎楼啦、孔子庙、延平郡王祠、鹿耳门。那些呢都印在我们这个饼的包装上、啊、所以叫做古迹巡礼。因为你只要送给外地人客，人伊若拍开来看，就知影讲啊，食到月饼想着讲，要来台南岛下佚佗哈。这是我们东东呢特别的设计。那这次的月饼呢也非常特殊，六地内底有三种口味。东东集团的公关副总林家华表示讲，这款的这高级纯的月饼有三种口味，而且富城高级意向作为包装，让受礼人会当更加来认识到台南。另外，顺应着中秋送着地票的需求，东东集团今年个以着地景为名，推出着地阿的礼盒，包装是真讲究嘛，真有意思。茶巾就是内底就是有地票，用三角包的茶叶，然后呢，你只要把那个打开来。放进去泡一下，我们就有很好喝的茶可以喝。它就只有茶而已。它是茶，但是它把它做成一本书一样，所以叫茶经。为了宣传着中秋节的送礼商品，东东集团配合着月饼发表会嘛，举办着吃月饼甲薄饼的活动。参赛者伫规定时间内吃完着一定数量月饼，就当来晋级参加着六道啊的比赛，也是搬出着四个四点，就是优胜了。中秋是一年三大节送礼高峰，而东东集团抢先点到着月饼的预定进货。除了是几落行的礼盒之外，佮规划了预购早鸟的方案，九月十号进前预定会当享到千五折的优惠。南天新闻，但接下来上台南采访报道。